Welcome everyone. I'm Liu Yuqing, a Ph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I'm delighted to welcome you to today's event featuring Director Laha Mebow or 陈洁瑶. Today's event is part of the lecture series, Taiwan Indigenous Culture, Transpacific Connection, which is hosted by UBC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and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Republic of China. I also want to give special thanks to Taiwan Film and Audiovisual Institute and Taiwan Cinema Toolkit for their generous support of our film screenings. Before introducing our guest speaker today, I would like to do the land acknowledgement first. UBC Vancouver campus is located on the traditional, ancestral, and unceded territory of the Musqueam people. The land it is situated on has always been a place of learning for the Musqueam, who for millennia have passed on their culture, history, and tradition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on this site. We are grateful to hold our today's event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Musqueam people. By holding this speaker series, we also want to honor different indigenous tradi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Now I will introduce our speaker, Laha Mebow, who is the award-winning film director and screenwriter. She is also the first female Indigenous film director in Taiwan, whose films and documentary focus primarily on Indigenous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aiwan and around the world. Her latest film, Hand in Their Kids, won 5 prizes at the 2016 Taiwan Film Festival, including a grand prize and best director. It was also selected as Taiwan's entry for best foreign language film at the 2017 Academy Awards. In the following 1 hour, I will invite director Laha Mebow to talk about her experience as a female Indigenous film director, as well as the filmmaking process and the social issues represented in the film. Hello everyone, I'm the director Laha Mebow. 对，我是陈洁瑶导演。那刚刚问到说，就是我为什么会跟那个电影有连结？其实我是一个在都市长大的原住民，对，因为小时候父母亲工作的关系，然后我4岁就离开部落，对，然后我是因为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应该是冥冥之中的决定，因为我那时候。 是不小心考坏了，然后我就填到了世新大学的电影系，可是我还是先去读，可是在读的过程当时碰到了大概是这个时间就碰到了台湾的金马影展，对，然后我买了几部影片，然后从来没有看过就是一些很奇特的电影，然后因为那时候因为我的准备要回去。 准备要重新考大学的时候，因为我那些电影还没有看完，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留下来继续把那些电影看完，所以我就继续留在了世新大学念电影。对，所以我那时候，对，我记得大学的时候留下来，就是把那个金马影展的片子看完，然后那一年的金马影展的专题，我印象非常深，有一个日本导演，很艺术的导演，他叫 四三休斯，我不知道怎么翻，对，四三休斯，然后就是很奇怪的影片。然后因为在我们的大学，就是当时比较理论，然后当时台湾的电影系非常的没有很多，就大概几间。然后那时候其实也不知道电影是什么。然后我记得在大二的时候，就是现在看到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大二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的导演。 叫做Horace罗尔路易兹，他来台湾拍片，然后我们的老师就说他是法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他拍过那个普鲁斯特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然后叫我们一定想办法要去进去跟这个片，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个照片上的我是第一次进到电影的片场去实习。我刚刚有提供了四三休斯的名字在那个讯息里面。 对，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进到就是电影的片场，那个时候我们才大二而已。
然后在然后这个片子是在台湾的一个墓园，很漂亮的墓园拍的，就是葬那个邓丽君的那个地方，在台湾的金山。然后那时候他们就问说谁会当场记，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然后就反正就硬着头皮就拿着那个就是那个版，然后当时还要报英文版。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就有问说他们到底在拍什么东西，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晓得，就是因为导演拍得很艺术，然后只知道说那个电影就是拍的是一群已经死掉的人，可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死掉了，可是他们还是想要拍电影。对，然后这部片子导演最后他没有剪出来。那其实印象中就是在拍片的现场，那是我第一次，当然小时候看过电影，可是我没有拍过电影。然后就是当我们要 rolling 的时候，就是什么 sound roll 啊 action， 然后我要拍板，就觉得那个感觉，就觉得在这个电影片场有一种很特别，很觉得我可以成为这一份子的那个感觉，就觉得很荣耀。所以那时候就很喜欢，就爱上那种在电影片场的感觉。然后就是大二的时候第一次进片场，也是法国导演的片子。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毕业后就很想做电影的工作。这样讲很奇怪，我是 电影系的因为我们电影系的同学很多人都没有做电影的工作，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台湾电影最惨淡的年代。对，就是应该 一年拍不到十部片，可是却是台湾电影在国际影展很风光的时候，可是在台湾很惨。我相信就是之前的讲者魏德胜导演当时也经历过，我记得那时候他在拍短片。对，我毕业了之后就是我就想要就是找电影的工作，然后我是因为其实很没有机会，然后我是直接就是按电铃，然后去电影工作室去要工作的。然后那个导演是他的工作室开在我们学校附近，然后那时候我快要毕业了，然后我就去按电影，然后是那个台湾的张作骥导演。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待在他的公司，然后拍片，那时候也是做场记。对，然后就开始就正式的接触电影。对，然后之后我记得我前几年就是我都是在电影公司，应该因为那时候台湾的电视台很发达，所有的要做这个行业的都会去台湾的商业电视台。我一开始在张作骥导演那边三年之后，然后又跟蔡明亮导演他也到他的工作室，然后再过来就是到另外一个是我的学长拍很多台湾的就是很有名的偶像剧，叫屈佑宁导演，就跟着他们一起就是跟他的 team 一起工作。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其实我觉得跟这些导演比较好的好处就是，其实也不是说怎么学怎么拍电影或什么，我觉得就是对自己拍片跟创作的一些还蛮坚持的态度，我觉得那个是蛮受影响的。然后那时候就想，因为我之前说我没有在部落长大嘛，对，可是其实不代表我不认同，只是我没有很了解，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如果我有机会就是可以当导演的话，对，那时候不敢说我要当导演，有机会的话我真的，因为别的导演都是拍一些别的族群的东西，我就觉得原住民的影片如果我可以拍，我第一部片想要拍就是原住民的电影。好的，那现在看到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就是我第一为什么会拍到我的第一部剧情片，就是叫做不一样的月光。你们看到的只要我长大是我的第二部剧情长片。那第一部剧情长片其实在这个之前除了我跟这些电影导演一起工作之外，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电影的前辈，因为他也有去拍就是原住民的纪录片，他就问我说你是泰雅族，你没有想要学你的语言啊或是接触什么的。我就跟他说，因为我说我一定有一天会去
接触，可是我需要一个入口，一个就是需要有一个入口，我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我是泰雅族，我是这个使命，我就要去做什么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拍，在电影圈应该快要十年吧，快要十年我才对。然后我听到台湾有一个原住民电视台，对，然后而且在那之前，我其实因为 我都没有原住民的朋友，然后在电影的片场也没有原住民的工作人员。对，然后虽然我不喜欢去电视台，可是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就是因为电视台它至少是拍东西，我借由这样的工作，我就可以去接触，所以我就到了原住民电视台，台湾的原住民电视台。对，就是在原住民电视台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其实连台湾有几族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但知道我们的族群跟一些比较大的族。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每一个同事的 email 上面都是族名，然后我就想说啊，我上班时候想说啊，我没有族名，我要打电话跟我妈妈说帮我取一个族名。那我打电话回去，我妈妈就说你有族名啊，然后我就说我怎么不知道，她说我生出来就有了。然后就是我以前就是我们泰雅族的小朋友就生出来女生就会取一个女生长辈名字当你的名字，男生就会取男生长辈。然后我的族名就是跟我奶奶的族名一样叫拉哈，然后美宝就是爸爸的名字，所以我们是父子联名，对，拉哈美宝。对，然后那时候大概那时候应该快30岁，那时候我才知道那个是我的名字。对，然后之后就是大家看到我就是会用这个名字在里面，然后照片里面的那个里面就是一个穿日本服装的女生跟那个一个穿军服，那是我的爷爷跟奶奶，然后奶奶就是叫拉哈，然后右下角穿族服那也是我奶奶。对，然后奶奶以前在日据时代是很有名的一个女青年。对，这也是跟我的第一部电影会有点关系。对，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右下角这是日本的电影的拍摄团队，就是跟他们就是当地我们的部落年轻人一起拍照。那就是说我们就是我的部落，我在那边大概到我大概两岁，应该一两岁就离开部落了吧。可是就是放假的时候我会回去，我知道我很喜欢我的部落，我的部落在宜兰南澳。然后泰雅族其实在台湾是高山民族，那因为我的部落很特别，就是它是全台唯一在山脚，就是在山下的泰雅族，是在就是国民政府的时候我们被迫迁下山，然后就在一个靠面海靠山的地方居住这样子。然后可是之前我们在高山上有一个部落，在日据时代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当时日据时代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叫做沙运之中，然后就日本人也把它拍成电影过。那我等一下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为什么被拍成电影的故事，这个我们部落故事为什么被拍成电影的故事跟我奶奶有什么关系，然后为什么影响我拍了第一部电影。对，就是之前讲我在原住民电视台，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主管就叫我去拍部落的一些就是人物的报道，然后我就是从一些我们的老人家知道了沙运之中的故事。我小时候听过，可是现在才知道说原来那个时候就是在1938年，对，应该没有讲错时间，就是在那个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那时候我们被日本殖民嘛，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在山上的那个小学都是日本的老师，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年轻的日本老师，他收到要去打太平洋战争的那个就是的那个通知，然后他必须要回到日本，然后那时候从我们的部落到山下就是需要走的一天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
部落有一个组织叫女青年团，她必须要帮部落义务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奶奶是女青年，就是喇哈奶奶，就是女青年团的团长，她跟一些年轻人负责帮老师背行李下山，对，负责帮老师背行李下山。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少女，17岁的少女叫撒韵。那其实撒韵他是我部落人，他其实跟我也有亲戚关系，他算是我的表姑婆。然后那时候他不是要去送老师，他是想要到山下的镇上去买报纸，因为那时候在日本我们有养蚕所，所以要去买报纸，所以他就跟着一行人就是一起就是走了一天的路到山下。那时候是1938年的9月，那时候台湾有台风，他们走了一天下山之后要渡河的时候，因为溪水暴涨，他们没办法走桥，所以就是沿着就是在急流中走过去。然后因为那时候撒韵是背着那个就是我们的传统的那个竹篓，然后走到一半一个重心不稳，他马上就被冲下去了，然后马上就抓都抓不到。然后奶奶也在其中看到了，然后过了一个月族人都找不到她的尸体，她应该是冲到太平洋去了。然后这个事件发生过后，当时台湾的报纸只有小小的一个小标题，就是翻覆坠溪下落行踪不明这样子而已。然后可是过了两年之后过了两三年之后，日本总督来到台湾，这个事件才被宣扬跟扩大。对，因为那时候日本总督来，然后我们就是我们的学校有被政府邀请去表演给那个总督就是有很多的团体，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表演了就是撒韵送老师的这个故事的舞台剧。然后我奶奶就在台上唱歌，那时候是唱日语，然后总督跟幕僚们听到就觉得说，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可是他们觉得在他们想要皇民化的这个时代里面，他们想要把这个撒韵变成一个爱国的少女，所以就送了钟给他们，然后也做成了一首歌叫撒韵之钟，然后也做成了小说，然后也拍松竹电影也拍成了电影，然后女主角是当时很有名的李香兰主演的，然后里面也有我奶奶的角色。对，我刚讲的是就是说里面有我奶奶的角色，可是她没有去演了。可是而且这个电影当然我们族人没有很喜欢，因为他们把撒韵就是变成，因为电影嘛，他们想要再丰富一点，就是他除了为老师牺牲，然后他也跟老师谈恋爱，然后就是让族人其实不是很开心。对，而且可是这部电影当时非常的红，它也是一个宣传电影，它在中国有放，香港、南洋，就是还有反正就只要在台湾念过日本书的老人家全部都知道这个故事跟这个影片，可是是用一个日本人的角度去诠释我们部落的故事。然后那当然过了70几年呢，我是那个部落的族人，然后我也知道这个故事，然后后来我想要用就是我是这个族人的角度来诠释我们现代的部落跟那个年代的老部落住过老部落的人。这照片右下角应该是撒韵之钟的剧组，可能他们来放电影还是来看景的时候拍照的。然后我的诠释当然不是想要讨论撒韵之钟的事实或什么，其实我想要讲的是大家对那个年代的怀念，所以是透过一对祖孙的故事来诠释。这样就是我的第一部就是电影大概的那个一个经过。对，不一样月光跟赛德克巴莱的上映是同一年，他们就20119月上映，然后我们是我是11月。然后其实很有趣的就是我在拍那个不一样月光，然后就是他们的主角也莫纳鲁道的那个林庆台牧师是我们部落的牧师，
然后他在去拍塞德克巴莱之前，就是他帮我就是做了很多就是电影的准备工作啊，准备道具啊，然后去帮我找人来演戏啊，然后最后他还在里面帮我演牧师，所以他的第一部戏是不一样的月光，对，他就饰演牧师，就是刚刚看的那不一样月光全部都是在我的部落，对，我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地方生的，我在那边生在那边生的啦，生出来的。然后因为之前日本人他们用他们的视角来拍我们，然后甚至原住民他们还没有找原住民演，对，就是找非原住民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大家看原住民的角度，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应该有很多不同的切入点，原住民不是只有力与美，对，我觉得有点太我觉得太单一的一个思考的角度了，嗯，因为我们有很深的文化在里面，那其实我对我自己的文化我现在还在了解中，所以我觉得在拍我的影片其实真的是我在了解就是部落的一个过程。然后选择青少年，就是我觉得青少年的角度比较轻松，我不想要让大家看原住民的片子会很有距离，对，大概先讲讲，嗯，然后不一样光应该对我来说就是在心境上或是在确实的内容里面它都是就是一个寻根的影片。然后这个电影是我自己写的， 我拍的长片都是我自己写的剧本，因为这部片就是主角是一个16岁的猎人跟足球选手这样子，对，因为在部落年轻人都会还是会去山上打猎。我记得我在写的时候，其实因为那时候才刚慢慢开始接触部落，其实在写的时候我其实完全不认识任何一个部落的，就是我自己部落的青年。然后我那时候的想象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很多童话故事嘛，然后跟就是反正我就用那个马克吐温的汤姆历险记，因为我很喜欢那部那个故事，我就去就是用那个情境去想象。那当然真的等到我拍的时候，当然就是有跟主角就是非常的熟跟信任这样子。然后对啊，就是第一次写剧本的时候就是用了一点的部落经验，再用一点点自己的想象就是去完成了这个故事，可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很接近就是部落的视角，因为那就是我部落的族人这样。嗯，对，只要我长大是透过三个小朋友对来诉说的故事。然后这三个小朋友就是我们在邻近的部落大概从500多个小孩里面找到的三个小孩。其实我觉得原住民的小孩的有一定的表演天分，对，其实其他的小朋友也有，然后最后的选择是活泼然后有想象力，然后他们的形就是在这就是他们的形可以有不同的形象，所以我就挑了这三个小朋友，他们应该是最应该是你活泼应该就代表就是很皮啦，就是其实就是也不到不受控制，就是可能不是那种最听话的小孩，可是是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大家都说小孩子很比较难带，我觉得比较难的部分难哦，其实应该是说他们的好处上面没有包袱，然后他们想象力是够的，因为我觉得演戏需要想象力，不管小孩子或大人演员，然后他们只是小朋友专注力会比较短一点啦，就是你再多拍几个 take 他们就会翻脸，对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那个过程中我会觉得是跟这些角的这些小演员一起去完成去形塑这些故事，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吧。挑选过后我们有做了大概一两个月的所谓的演员训练，可是演员训练也不是就是
有点像游戏式的方式，然后会，因为他们不可能给他们看剧本嘛，因为小孩根本就看不懂剧本，不是说看不懂字啦，他只是即使看得懂字，他也不懂剧本在干嘛，所以会用比较是讲故事的方式，告诉他们他们每一个角色的背景，就是一直不断的让他们练习，然后知道他们是谁，然后自我介绍，然后或者是训练他们的胆量啊等等，就是我们的试戏都还蛮有趣的。因为里面像有一场他们去卖那个水蜜桃的，我那时候就把他们就拿一个箱子把他们去丢在捷运，叫他们去叫卖，对，他们如果这样敢做到的话就还不错。然后我还记得其实三个人对都蛮顽皮的，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的演员训练，那时候是在台北吧，因为那时候可能想要训练那个其中中间那个弟弟那种担心害怕的感觉，所以我就把他带到百货公司，然后我就躲起来，然后结果就想让他找不到我，然后结果我一跑，我躲起来，我一出来我看他不见的时候，反而是他把我吓到了，然后我就想说惨了，他怎么不见了。后来结果小孩子很聪明，他已经就是我没有还没有让他造成害怕感觉，我先自己吓到，因为他不见了，然后我还去百货公司广播，然后后来他就才记得原来那个我们电影公司路他早就已经打回去，他早就已经在电影公司里面，我还记得这还蛮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很喜欢用很土的方式，很土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很去训练演员吧，因为就是不太喜欢用就是所谓很专业的表演训练，对，因为应该说我拍电影就是我喜欢在这个训练中去观察演员，然后去在真正拍摄的时候做调整，不管小孩演员还是大人演员都是，对，因为我觉得拍戏或是专业讲那个拍戏啦，就是也不一定真的是很拍戏的状态，就是我就是很喜欢在那个时候就看看他们的底线啊，就是看大家就是怎么样，我不是就是虽然有念过虽然我念过电影，可是我没有去很就是在用那种很专业的方式去训练，反正我就是用直觉，我觉得反正就是因为主要导演跟演员就是要很互相信任嘛，然后我也要了解他们的特质，所以我就用我很直觉的方式去测试去做观察，然后最后跟他们一起完成这个故事跟角色。好，就是影片其实就是台湾部落的现况，就是我没有刻意要他们讲族语或不讲族语或讲中文或是怎么样，对，然后因为小片他们应该就是会讲一点会穿插，然后那其实像我是真的听不太我应该族语也听不懂，然后可是我因为后来就是接触部落，然后我就开始增加了一些智慧，对，可是因为我没有特别去学，然后我是用听的，就是可是因为真的我觉得主要是环境的关系，就是我没办法全族语的环境去学习，然后可是其实在我的第三部电影长片我自己也觉得很开心，是就是几乎有一半都是族语，因为里面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妈妈她必须要一直讲族语，对，然后我蛮开心的，就是那个比例，因为不是刻意的，那个比例上就是连我自己都要先找翻译来帮我翻我才能够剪接。然后你说我们有没有学族语，其实台湾现在学原住民语言的方式已经非常的先进了，只是看你要不要学。其实像我最近就在学，刚讲到突然想到这个我们有这样子的，我们用罗马拼音，因为我十二月我要去考最初级的考试，对，因为我完全不会，这里我们很多你看像学小孩子一样，然后这个线上就可以学啦，其实我们有很完整的学习方式，就是其实你不是泰雅族人
你来学都很容易，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学习的动机跟你用不用得到，然后你要在这个时代怎么使用，对，对，就是哦，我强调一下，泰雅就是泰雅族原住民，就是台湾原住民，我没有文字。现在看到我们是取那个罗马拼音，这是拼音，然后这是我们的一到三，就用罗马拼音。好，这不是我们的文字，只是我们就是不会讲的人，所以就用这个方式，一二三就是五度沙印都干这样子。对，我现在在牙牙学语学这个东西，我还蛮怕我考不过初级，因为最近有点忙，我后来就没有时间再念了。对，所以就环境的影响是还挺重要的。可是我自己是有给我自己十年的时间要把它学好。对，如果我要一直拍泰雅族的东西的话，我应该要学会泰雅族的族语。对。其实这些角色的那个撰写，就是我之前在原民台的时候，我到各个部落，不限于泰雅族，就是各个部落看到了一些小孩子的现象，我把它就是形塑成三个角色，所以它应该是全台湾部落的一些孩子的缩影这样。可是我觉得应该也不限原住民吧，就是在比较偏乡的地方，其实都会有，美国也是啊，都台湾也是，不一定是原住民，都会有这样子的父母亲去城市工作，然后隔代教养，或是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是因为环境的关系造成的一些，对，就是小孩子的背景的，就是没有爸妈大人在身边的影响。那只要我长大，就是因为那时候拍完第一部片就想说第二部片，我不知道，我就直觉就觉得我想我记得了，对，拍完那一部片之后，后来我有拍一个短片，就是一个电视台短片，就是想要讲就是反正我就那个短片叫小猎人，对，然后其中一个也是那个塞勒克巴莱林清台牧师的小孩演的。然后我拍完这个短片，就是前辈们看到就说，哎，你为什么可以把，他觉得还不错，他说你要不要把这个变成一个长片，就想说哎，好像也可以，所以就那是一个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启发，想说哦，我可以，对，我已经拍过短的小朋友的故事，我可以把它扩大这样子。对，其实我刚说过泰雅族是山的民族，高山的民族，我们是全台唯一被迫迁到山下的泰雅族，可是我们跟山很亲近，我们还是会回去山上，然后就是我也有回去过老部落，然后我们靠近海，那是就是因为被迁下来的关系，所以我第二部片就想说我要拍一个真正在高山上的部落，我们以前在山上啦，就是我们就是被迁下来，然后那个是在一个1500公尺的高山，很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真正的泰雅族，就是我这个族群部落真的就是在山上，我们是特例。可是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搬到山下的故事，其实好像可以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那个我提供的短片，那个其实大家之后应该也可以有时间看吧，那个就是32公里60年，对，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搬到山下这过程，如果有空的话大家可以看。对，就所以我就是第二部片想要选真正的典型的泰雅族的部落，真的我们都在山上啦，真的就只有我们台湾就只有我们这个南澳是被迁下来的，被国民政府迁下来，我们其实那时候是不愿意下来的，对，可是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山上去采一些东西啊，打猎啊，对，我觉得很奇怪，因为现在中华民国法律跟我们的以前的规范其实是相冲突的，对，我们现在要做一些事情好像变得很隐晦，对，其实如果大家有在关注台湾的部分的话应该也知道，在打猎的这个部分常常就是在有一些所谓的争议在，对，那又是另外一块可以讨论的部分。
然后你说海洋，我觉得明天就可以谈谈我对海洋的感觉吧，因为明天的那个漂流遇见你是海洋的 岛国的原住民， 不太一样的感觉，对，连音乐都不一样。对对，其实这个是一个短片纪录片，它其实在讲就是一群有住过老部落的老人家，他们想要回去山上的心情，就是大家可以，其实这个片那个国家电影中心有，就是那个好像台湾的公共电视也可以看得到，对，这个影片，对，它其实从一个就是在日据时代国民政府时代都经历过的老人家的故事，对，二十几分钟来讲这个部分。未来的文化，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这时代不同啦，我觉得就是文化一定会互相影响吧，只是不只是原住民被汉人影响，就是像现在的台湾有那么多的种族，种族跟种族间都会互相影响，对啊，那 我觉得文化应该说要彼此了解了，我觉得是这个部分，这也是我拍电影的目的，因为我觉得被影响那是必然的，对，就像我们以前就是所有的人不止原住民，应该以前都没有穿衣服吧，然后可是现在当然都会改变嘛，那就是我觉得可以被影响，可是我觉得我们比较可怜是我们被剥夺，对，因为我们是每次就是殖民政府来就剥夺一点剥夺一点，就是以前我们是有文面的，对，然后日本政府来是主持的，然后可是他让我们去打猎，然后国民政府来就是把我们全部剥夺了，而且告诉世界上的人说我们没有文化，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比较，我觉得这样就不对了，对，我觉得这样是很不好的事情，对，可是文化间互相影响这个我觉得是必然的。对，突然想到其实台湾的第一部在台湾拍的电影就是原住民片，对，是日本人拍的，我忘了19多少年，对，就是日本人拍的，然后台湾在台湾拍的第一部电影，然后日本人拍，然后就是好像叫什么，反正就是他用美国印第安人跟白人之间的故事套在我们身上，然后原住民也是找日本人演，然后演得很夸张，所以我们从第一次的台湾的第一部的台湾的电影到很多台湾的报道等等，以前就是把原住民形塑的就对很野蛮或是很低等，对，就是反正就是那样子，然后所以我才会觉得拍影片这件事情，自己拍自己的影片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也就是一般的人，然后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可是我们的文化其实底蕴是非常的深的。然后刚有讲到那个品牌迷思 Nike 还是什么，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思考的点，就是就很奇怪，大家为什么觉得为什么其他的民族都可以进步，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现在的东西，就像我记得我们有一个族群是兰屿，然后一个岛屿，然后有就是有便利商店好像去进驻啊，然后都是外地人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有便利商店，然后兰屿的人就觉得为什么 不可以享受这个便利，就是 很奇怪为什么觉得我们不能进步，就只有其他的族群可以进步，我们不能用先进的东西，我们也想要用 iPhone iPad 啊，对啊，就是为什么我们用的就是影响到我们的传统或什么，就是传统跟当代本来就是一个可以平衡的东西，对，就是就大家很奇怪，就原住民就是不能进步，就对，我所谓进步是指一些用品上啊科技上的进步啊，对啊，我们对啊也可以，对啊可以用 iPhone 啊，对啊，我们部落小朋友对啊 iPhone 来不少，对，嗯，为什么我会拍，其实我刚前面都有讲，就是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实我就想认识自己啊，对啊，然后一个部分是其实因为我从小就是喜欢看故事的人，对，我很小我就开始在好，虽然我不懂
不会讲族语，可是我大概四五岁我就看得懂 国字了，对，所以我就一直在看书啊，然后 看一些东西，所以我很喜欢故事。然后就是到长大，就是认同自己的身份，可是开始了解我们自己的时候，就会又刚好我又填到了世新电影系，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上天的安排，它不是巧合，对，因为我后来发现电影是我最钟爱的表达的方的形式，对，就像我们在讨论原住民的议题，有人靠运动，对，我觉得运动需要反抗，这个都需要，那有人靠别的方式，那我觉得就电影是我觉得是它透过故事，然后它是很软性的影响。那像不一样的月光，它也是一个很柔性的土地的抗争在里头，虽然没有直接讲，可是从故事里它可以读得到那个东西，所以我希望透过电影的形式让大家多了，就是多正确的了解我们这样子。都在写的时候很确定会拍成电影， you know, 你只要想着你会达到它就一定会拍成吧，对啊，就像在做梦一样，就是你希望它可以就是一步一步嘛。然后你说写这个剧本呢，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其实第一部跟第二部的剧本我写得很快，然后我觉得可能是东西比较单纯，可是到我的第三部，就是我明年要上那个电影，我被打倒了，对，就是我写了比之前多了快十倍的时间。对，第一部没有什么包袱吧，所以我大概我记得那时候我是拍完一个那个什么一个就台湾的偶像剧，我去当副导拍了好久，拍了大概半年嘛，拍完中就休息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台湾的那个文化部的优良剧本好像我想一下月底截止，我想说好像还有三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来写个故事，那从构想到写大概一个礼拜，然后构想到写是还蛮快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没有包袱吧，而且写的东西很简单，对，就很快的写出来，对，那当然然后第二部剧本也是一个月以内，可是第三部剧本就没有，因为我要讨论的东西是我想要挑战的东西，是整个 家庭家族的故事，所以那个就第一稿吧，大概七八个月以上，因为那时候我还以为我应该几个一两个月就可以写完，根本是没办法的，因为前两个真的就是它的构造结构比较简单，然后也比较没有包袱啊，所以就很快的写出来这样子。然后刚说素人演员，等一下我看一下问题，我觉得跟素人演员还蛮不错的啊，就是有什么是意外，是其实每次在拍我都希望有意外的东西，所以我每次喊卡都会故意等很久，对，因为我就是他们大家演完我就想知道他们后面还会在干嘛，对，所以就是会比较晚喊卡，对，然后意外的就是因为会大概跟他们讲一个我们要就前后场是什么，然后关键字但是一定要讲到了，对，然后就演员跟演员间回答的那个东西有时候还蛮有趣的，对，然后就给他们空间吧，我觉得就有点像，因为很怕那种就是就有点像画画一个框嘛，就很怕都在那个框不敢突出去，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突出去一点应该是都没有关系的，对，所以我觉得跟素人演员合作这真的好处就是他们一经验就整个就是一个经典。那我觉得当然以前也有跟演员合作过，就是当然演员就是会挑就是我喜欢的这个演员的特质去选择这样子。台湾哦，纪录片非常多，真的纪录片非常多，我觉得蛮好的。台湾的原住民我，然后马志祥，然后还有一个年轻的导演，他最近要拍一个猎人兄弟，对，应该之后也有，我相信很多
原住民在做，可能还在做纪录片、短片，或是的那个工作者，其实应该都有想要拍电影的那个的梦想了。对啊，我希望他们都可以，就是因为在台湾，其实原住民的题材还是被那个电影公司定位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商业的。可是我会觉得他只要好看，应该就不会到很不商业。对，因为之后也有，就是因为 之后也有计划跟那个纽西兰的毛利的，就是编剧，就是写一个台湾跟纽西兰的原住民的科幻的电影。对，就是对啊，我就希望可以，因为之前有去填掉，后来疫情就先暂时没有过去。对，大概对啊，台湾的大概是这些吧，可是反而是台湾非原住民的还蛮多人拍原住民。对，其实我不介意其他的视角啦，我只是觉得，对啊，只是觉得可以有机会，大家就是因为我就泰雅族院那么16族，每一族都可以自己拍自己的故事吧。这是新的电影，叫做哈用他们家，就是哈用是一个就是一个老人的名字，然后我翻成中文就是哈勇，对，哈勇他们家，就是讲一个泰雅族家庭的故事。对，然后我刚说里面的族语是我碰过已经一半以上，我觉得蛮酷的。我好像没有看过台湾的电影，台湾电影有台语有那个闽南语，有客家的，没有，我很少看过，就是除阿萨德克巴莱有啦，可是我说就是现代的，对，就是一半以上全族语。我觉得还蛮，我自己还蛮期待的。对，因为这一部剧本我真的也写比较久，然后因为那时候想说我已经拍了两个泰雅族，那时候想说我不要拍别的族好了，可是就是有个朋友就跟我说，可是我觉得你还没有拍得很深入，你没有讲我们的泰雅族的嘎嘎。泰雅族的嘎嘎就是我有点难解释，就是成为一个泰雅族必须要有的规范叫做嘎嘎。对，他说你还没有拍到这个东西。我就说好，那我想要写一个家庭的故事，然后光我要去了解这个东西，对，我要从了解到消化到诠释，因为我不是要拍教学片，所以我必须要把它诠释成就是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得懂的故事。然后对，我自己也对，我自己就是异常期待这部片，就是对，我自己还蛮期待这个影片的。因为现在对啊，因为现在好像大概是这样子啊，背景。对，到时候明年上映的时候就还蛮希望有很多更多的交流在。因为我刚讲是可以享受现代科技嘛，应该是说，对，应该是说我其实现在拍的影片或我自己在思考，就是我们就是在当代怎么成为一个当代的泰雅人，就是当代。对，因为我们也不是古时候了。对，然后其实像明天要分享的那个影片，那个卡纳克族群，我觉得他们的好处就是他们会吸收新的知识，可是他们觉得好的他们保留，然后跟他们的传统的东西他们可以混在一起，他们取好的，就是他觉得现代好的对他们有帮助的他们保留，我觉得这是蛮好的。我觉得应该是说在吸收的过程中，就是我觉得就是接受不同的观念跟文化，就像希望大家可以多了解我们。那我其实在从小我就从因为我从小不在部落长大嘛，所以我从小学的都是就是学的很多汉人的文化跟一些就是我觉得有些我也蛮欣赏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没有排拒不同的文化。对啊，我从小就是我也写书法。对啊，就小时候的那个写书法我也去学作文嘛，然后我也去跳芭蕾舞。对啊，
对，我就是没有跳过原住民的舞，对对，然后就是有学到，就是有学到其他不同文化的优点啦。那我觉得现在这时候也是大家应该要来欣赏我们的文化的时候，就是不要仅限于力与美，真的。因为才记得前阵子我们就是有在做一个那个摄影展，一个原住民摄影展的评审，我们最后选出来的首奖可能不是大家想象，他不是技巧最好的，可是他的态度，对他要讲的东西，那张照片，那张照片其实但以那种一般技术美学他可以再拍的好一点，可是我借那张照片就给我们很你可以读到故事，因为那张照片就是疫情的时候，还是在部落的部落，有人拿着那个叫消毒枪吧，然后那个消毒枪是往下这样撒，然后后面的背景是一个壁画，是我们以前的族人拿着枪这样子拿着枪，然后是往上，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照片就非常的有故事，就是以前我们是拿着枪去得以温饱，然后得以去捍卫我们的家园，那现在时代改变了，然后而且那个墙壁还很斑驳，对，就是很骄傲的那个猎人这样拿着，就墙变斑驳，现在变成在那个 COVID-19 的时候，那个族人拿着那个消毒枪，对，我觉得那我觉得应该是说你诠释的态度其实就是一种美学啦，对啊，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把美学限制在那个比较是技巧的东西，就那一张变我们的首奖，对，就是可能它不是那种技巧上最突出的，对，这就是我对这个视角的观念这样。对，因为我会放法国人其实没有刻意，就是其实应该那一阵子我常常在拍台湾的法国外国人的故事，所以我而且也蛮多就不管是外地人，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法国人来就是部落之外的人，那都是对部落来说应该都是外地人吧，对啊，所以就会觉得说里面可以更多的不同的元素啊，而且其实台湾的山也蛮就是除了台湾人之外，有很多外国人会来爬，然后因为他应该也是我在拍台湾的外国人其中的一个纪录片的主角吧，所以我就找他来一起来演这个角色这样，而且我也不会找那种就是譬如说法国人，然后大家可能会找台湾就是这个线上综艺节目，没有，我都就是找比较没有看过的，然后那个法国人他在台湾的本业是那个叫什么那个科技工程师，对，然后他自己有个乐团这样，对，所以就找他一起来饰演这个就是那个登山客的角色。其实我还蛮喜欢接受批评，因为越多人批评表示越多人看啊，对啊，就是 我还蛮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意见啊，就是至少大家要来看我的电影这样子。然后我记得第一次不一样月光，因为他在赛德克巴莱之后两个月放，然后我那时候去台湾的那个很热门那个叫什么 PPT 还是什么上面看，就有个人写说啊，不一样月光根本就没有拍出原住民的文化，那时候我就想说什么意思，对，就是没有拍出原住民文化，我想说他是想要看到什么东西，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原住民就会觉得是不是想要看到我们岛民嘛，还是就是用大家想要看的想要满足的视野去，对啊，因为 我其实一直想突破这个东西，我不想要拍就是大家觉得是那样的套路。我记得我拍完就是只要我长大之后就蛮多人很多人都找我拍小朋友的故事，就是想要拍什么放牛班的春天那一种，就是说我并没有专门在拍这个，对，或者是原住民的运动励志故事或什么的，就是不是原住民的片我就要拍，是我想要拍我感兴趣，我不想要拍
就是其他人想看的，觉得是可以套用在原住民的故事上的电影。对。So I want to express my sincere appreciation to Director Laha Mebow for sharing with us your films as well as your stories and thoughts.